众骑车在台南仁德保安路二段，车速突然慢了下来，因为他看到前方尘土飞扬，而且样子就像龙卷风一样。我头头前那雾雾安尼看，行较近的就类似龙卷风安尼架架起起啦，啊无当敢过啊，就慢慢落来啊。只内更内更内更，迄阵头即个时间啦，啊我拢只只内更更起边边啊，安尼啊过，有冻掉你个无倒来。这个一般人很少看到的景象，其实是叫尘卷风。民众卢先生拍到的画面，尘卷风大概维持了7秒钟，一下子就消失了。大晴天的时候，因为也是有一些对流的不稳定，那如果配合附近的环境有一些水平的一个风切存在的时候呢，它就可能会产生这个旋转的一个风出来。之前在屏东有民众目击过更大型的尘卷风，卷起黄土沙石，气势非常惊人，碰撞到停在路边的汽车后才消失不见。2019年，嘉义也有民众看到，在农田边尘卷风高速旋转之后，在天空中消散。根据气象专家表示，尘卷风出现的时间短、威力小，在台湾没有造成过危害。民众下次如果有机会看到，不用担心害怕。三立新闻王少宇、何胜凤台南报道。